Hello， 大家好，又我菲利啊。咁如果數大阪我最中意嘅地方同景點咧，就係、是、一定會係數到呢一度 Expo City， 因為我覺得咧呢邊呢個水族館咧係我去過咁多水族館嚟講咧最正嘅一個嚟嘅。咁所以咧，我出發之前咧，我同我太太講話，一定要抽時間同阿仔嚟呢度玩。咁除咗話呢個水族館之外咧，咁佢前邊呢度咧都有一個細細啲嘅遊樂場咧，開俾小朋友玩。咁所以咧，我相信我仔是一定一定会超喜欢这里。这边你看看，你不要睡觉，你看看前面。哇！我即刻起身，即刻苏醒咗佢。呢个系你只手上嗰只，我真系喎，真系呢只嚟。真系呢只嚟噶？咦，系喎，真系嗰只嚟噶。呢啲系咪就我哋琴日食嗰啲？很難吃的，不是我們不懂欣賞那些，是的，但我突然覺得很奇怪，明明是昨天吃的東西，現在在下面游泳，不是啊，昨天後面也有個魚缸游泳，但阿 B 好像很興奮的，不斷在笑，阿 B 你想去哪裡？去前面啊，好啦，我哋去前面啦，我哋。呢个要放佢落嚟啊！你放佢落嚟，佢一阵间佢唔知佢唔识走喎，佢会。佢唔会坐翻落去。系啊。好啦，放佢出嚟啦。你睇 B 几兴奋？呢只嘢系我，爸爸喺边啊？啊，爸爸。啊，你好彩，你仲识讲呢个，我系爸爸啊！你系咪同佢 say hello 啊 ？B B 要？又把？你而家你指住啲鱼嚟夹把？呢度有隻，其實佢係咩咧？佢係寄居蟹定咩咧？但係點解佢會係孭住個蜆殼嘅？寄居蟹唔應該係有個殼嘅咩？但係佢唔係一個扇貝殼啊嘛？點啊 ，B B？ 佢係鉗鉗係咪啊？得條仔喺度。但 B B 成日都系一见到呢啲咧就咁啊 ！B B 呢啲系咩啊？右把，唔好阻住晒。系啊，你呢啲有一条仔，有一条仔咁多。唔系，你睇下前面嗰度先啦。哇，好正啊！呢个你阿 B 啊，呢个又系咩啊？呢个？冇兴趣睇，冇兴趣呢、這个，咁我哋去走啦，我哋去第走啦，我哋喜好分离嘅，我哋再去前面睇下啦嘛。好。但你记唔记得咧？之前咧，我哋第一次嚟嘅时间咧，嗰、那个位咧系有得俾你摆只手指落去咧。我而家疫情关系嘛，佢会话。哇！但系呢度咁暗嘅，即系睇咩啊？睇啲水母之类嘅应该。系冇错，又系睇。哇，好靓啊！冇错，系水母。哇，我哋个仔，哇，啲水母。呢啲水母系点啊？好似啊，反得。呢个系玩佢个栖息
模仿去棲息環境啦，定係靚靚？哎呀，再放佢入去影相啦！我知啊，要落嚟啦嘛，急不及待啦嘛。佢落咗級喎，佢。仲有 disco 咁啊 ，B 嘅好似。哇！唔得，頭先嗰位。原來嗰位平時唔係俾我哋睇嘅。係俾小朋友玩。哇！沉迷咗落去，簡直係二樓夠啦。我哋從三樓落嚟啊。我哋二樓，三樓 staff only 嘅。哇！好 sorry。得啦得啦，一次夠啦，我知你去二樓啦。哇！嗰個位簡直唔得了。哇！好正啊嗰個。係。喂，到啦我哋。我哋出出啦。阿 B。呢度是什么呢？这个不是的，我们停路在这里，我们不是去这么光猛的地方，我们不是去这么光猛的地方。这里搞什么？这里照田鸡，我们很漂亮啊，如果都是用一个电筒照的时候，但是这个电筒是不是有光的？它不是有光的，它不是的，它是真的，就是它的荧幕是这样照射，有飞机了，我经常B经常以为我那个是有私家功能的，其实他那个也有。但 B 停得很开心，他都知道，现在他知道他自己都什么。这个明显一点，刚刚那个他不是即时游嘛，他通常要有些鱼游过或者有些胡子哇这样。哦。很漂亮这样看。好，跟着跟着他了，再见。好了，我开车了。好靚喎！變色龍啊 ，BB， 我睇第二隻。但係我唔記得講咧，佢呢個唔係淨止水族館咁簡單，佢有啲爬蟲動物睇。即係其實呢度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動物去睇嘅。同埋佢呢一度其實係主張你係可以近距離接觸啲動物。你可唔可以石頭魚啊？我揾唔到喎。我就揾到個螺啫。呢度咪係石頭魚咯？呢條呢度呢條都係。係喎。咁大條。啱先其實咁嗰條係咪嚟㗎？唔係喎，嗰條應該唔係。嗰個係真係一嚿石頭。OK。阿 B， 你兜去边啊 ？B， 捉啲虫啊 ，BB。有咩？唔知系咪啊？当系咯。你睇下。喺呢度啊！喺呢度啊！见到。喺呢度啊！哦，呢度先见到。下边都有啊。系咩？边度啊？哇！咁细条嘅喂。点样啊？捉啲虫点样噶？你睇下先啦。你睇下先啦。你睇下先啦。呢只咪就傳説中嘅白虎，係啊，好靚，真係靚，豆酥嚇豆酥，我聞唔到味，但係真係好靚，我肉球啊，我死咗，會，我200%你會死 ，OK， 係睇鱷魚啊，過嚟睇鱷魚啦，喺嗰度啊只鱷魚，係啊，你個仔唔中意鱷魚，呢度，係喎，好肉酸啊佢呢個姿勢。你鱷魚有啲咩姿勢係靚咧？請問，我覺得成個我唔記得，我而家我歸唔類唔到咧，就究竟係水族館定係動物園？咩睇互動㗎嘛？呢啲係呢其實最正最正就係呢一個位互動嘅咩啊？係啦，因為其實成個館最正就係呢一度。哇！好搞笑啊！只乌龟係啊，好似假嘅。佢呢個位最正係。其實基本上很多位佢都係冇欄嘅，所以其實佢呢啲動物咧係會係喺你側邊嗰度行嚟行去，你係可以好近距離咁佢影相啊，或者係睇佢。咁當然唔可以摸啦。其實之前咧佢仲會有一啲叫狐獴啊，會喺度跑嚟跑。哎，唔係，佢其實都有，但喺裏邊瞓覺。
實行埋回頭先互動嗰個位置之後咧，基本上成個動物園定水族館咧應該歸留為唔知啊呢間嘢。動物園啦，因為佢又唔淨止得魚，佢有其他嘢睇。咁基本上成個行曬噶啦。咁其實基本上行大約一個鐘頭左右。咁當然啦，有小朋友嘅某啲位其實可以玩耐啲都得嘅。都幾開心嘅，我覺得最緊要係有小朋友，你會見到佢，即係見到真嘅動物係開心嘅。尤其是最尾嗰度，但係今日佢嗰啲狐獴啊，即係馬達拉斯加嗰一隻咧，唔多活躍瞓曬覺，其實得兩隻孔雀喺出邊行嚟行去，同埋啲咦，同埋啲小朋友活躍。係啦，同埋其實基本上佢嗰個位係可以有啲雀仔飛嚟飛去，但係唔知點解今日冇。有，我啱啱好似大嘴要爭啲，我拍唔到咋，因為爭啲成隻大嘴要撞落我頭。我睇唔到，不過算啦，唔緊要啦。撞落我頭度，唔緊要啦。精彩呢件事。即係大嘴啲雲啫嘛，又唔係你有事。重咗啊！雖然話唔係特別大，但我覺得係好值得嚟行一行、望一望嘅呢個。但係如果真係要二選一，我覺得海遊館個級數太單太遠啦，價錢上一樣。我中意呢個多啲。點解咧？冇得解，因為就係臨尾嗰個位置，我一直會調價，有啲俾小朋友喺裏邊玩。你又就係中意睇下你個仔玩到而家筋疲力盡啦。瞓咗覺嚟。係啦，原先諗住佢過埋去馬博紀念公園嗰邊行嘅，但係佢已經。跟皮你上關係已經瞓著咗啦。時間關係，我哋即刻把握時間 shopping。係啦，冇錯啦。呢一條片就到呢度為止先啦，因為冇辦法啦，行唔到個公園嗰邊啦，咁我哋就為就此作罷啦。好啦，出發啦，媽咪出發啦，拜拜。拜拜。好啦，咁今次呢條片到呢度為止先啦，咁我哋下次再繼續啦，拜拜。做咩？你喺度裝備幾多嘢？